老师还认识我吗？忘记了，去年呢？去年我们那就骑摩托来呀，找你啊。哦，到这里了。啊。哦。坐下坐下，我买箱酒给你喝啊。哦、你坐下坐下。来。哦，这个是你儿媳妇啊。给她说我买一箱啤酒。给她说我买一箱啤酒，买一箱啤酒给你喝。啊？没有了一箱。没有啊？对。那你买一点吧。一点点。不卖多的，多少卖的？哦，你记想起来吗？哦，现在想起来了哈。啊，现在在哪里？今天？我到邋遢垃圾里来玩一下，来看你。上次我不说来看你吗？忘记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多了，他来。也很多来吗？有，经常来啊。经常来吗？这里有个公司，学校也有个老师嘛，中国老师嘛。哦。就在湖南。湖南的。啊。有两个老师，一个老师。一个老师这里，他公司另外的公司在这里。哦，这里有什么公司啊？他们买那药材。酒罐。好，没事。多少钱？再买两瓶水吧。现在身体还好了吗？哦，这样了。啊？就是这样的。哈，就这样。有谁用？哦，那个买东西的是你什么人呢？我孩子的老婆。哦，他普通话讲很好，他中国人吗？他也是中国人。华人哈、啊？他不是。来喝水，喝水。啊？我不。喝，我们一个人。哦，他父亲中国人呐、啊。我就现在有很多中国人来这里玩吗？有，非常有。哦。这就有一架整架车来。哦。我都忘记了，你是贵姓的？是姓呢？树叶。哦，树叶的叶，对。我是70几年，69吧。69。去年69哈。今年69。哦，要过生日了。还好跟去年差不多，我是去年来哈。啊，去年。跟去年还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太太呢？睡觉。太太睡觉。哦，刚刚那个是儿子的老婆。哦，是生几个儿子？三个儿子，两个儿子。生一个。哦，他那是孙子了。你生几个儿子？你也是？我六个。我三男三女。哦，他普通话讲得很好啊。他也没有。读了什么书了？哦，还讲得可以啊。几句，我大的女儿在上丁。那你在上丁，在上丁街上嘛，是吧？还是、卖东西的。哦。你现在还在开这个哈？不、哦，是我的孩子的，我没有做什么现在。是你孩子哈？他修理那些拖拉机。拖拉机。那个剪草机和那个喷药的那个事情。哦，对，你没有做什么哈？没有做什么。上面那个孩子就修理摩托车。哦，那边有个修理摩托车。嗯、这两年生的还好吧？这三年生的、哦。就是这样。一个第三的就是在美国一个。哦，你好像牙齿比去年掉了，是不是啊？掉了一个。哦。一个在上丁，一个在老挝。还有一个儿子在老挝。孩子在老挝。女儿还是？男的。男的。那个女的在美国一个。一个女的是在美国哈。在上边一个大姐。最大的孩子多少岁的了？哦，40多了。40多了，这个是最小的儿子。最小。啊，女儿嫁给上边一个、还有两个女儿呢。一个在美国。一个在美国。还有个小的在这里。哦。现在这个经济还好玩了这两年。很难的哈，不像以前，自从疫情来到现在就比较难了哈。以前生意好一点的哈，以前生意好，因为他有那个木头，他一出他就砍那木头，机器就车厂来修理。车才会坏了才能修理哈、啊。我现在木头卖不出去，没人要，还是砍不能砍呐、啊。不能砍。抓得严格了哈，抓得严格了哈。
你孩子没有砍木头吗？这些没有砍。没有了，还有就以前的。以前有点剩。剩下一点。剩下一点。你以前有没有砍过木头？没有。没有，就是小孩的，不能去那里。你以前你是从上林过来哈？你是？爸爸过来嘛？你出生是上丁哈？上丁，出生在上丁。几岁来这个地方？八岁。八岁的时候就来这里。到六岁，第二年六岁。现在记得清楚吗？记不清楚了哈。还记得清楚。有印象啊。我时常去我女儿那边。啊，上丁那边现在还有什么人？还有很多我的同学，什么都有在那边。同学。认识啊。认识。这边现在华人有多少啊？大概中国人呢、啊？像你们这样的，老的也没有多少不会的，还有一个最老的就是八十多岁的。几千个有吗？现在我们总共华人，没有华人后代、啊，几百个，就因为到美国、到加拿大也有，到那里都有。到爆发他的时候，解放红色解放后就跑了哈。出国，很多就出国了哈。好像你一个兄弟也出到外国去了哈。我兄弟有五个在外国。只有外国哈。因为我那时当时我有一个老父亲和一个老外婆，因为我不可以丢他们，就情愿留下来。对对对，算是是是是。你还是个大孝子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就受苦了哈。丢两个老人哪里行？我们自己去。是是是。如果你走了，你现在生活不是这样的哈。现在兄弟这些海外的兄弟还对你有点照关照吗？有吗？有时都通电话。钱有寄点的帮助一下，有时候吧。他们来玩就。给多多少少一年会来一两次吗？没有，几年来几年来一次哈。经常这样还有联系的哈。还有联系。我女儿每一两天就电话来。我女儿那肯定好啊。女儿在美国还好吧？做什么工作呢？也是在工厂里做工。现在这里总的华人的话，像你们这样的后代还有多少人呢？因为现在。很多都跑掉，要两三百人最多。就剩了两三百人嘛，不止吧？最多就是这样多了。这里地图上的叫中国村呐、啊。华侨村。华侨村呐、啊。只剩了两三百人吗？以前是很多，以前只剩也差不多一百人。现在跑去一千人了、哦。现在跑去金边了是吧？还是什么？金边也有，上丁也有。上丁也有。外国也有。现在这个学校就还有一个中国老师。一个。今年来的。只有一个中国老师。刚来两三个月。现在学习中文的学生多吗？不多的，就是四五十、三四十不定。三四十个人呢、啊？因为，那这小的人家有钱的，有些到金边去学习，到各地方去。那些比较穷的就。付不起了就在本地学。这里还有那么穷吗？吃饭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就那个最穷的，一般的生活都还可以嘛。都过得去。那这些孩子这里有没有那个会讲一点中国话的，或者要帮我们做翻译一下的，或者是有没有找不好找哈？时常有我们中国人来找这里去翻译的，他们都是有些到，西港那边也有很多个女的。去西港哈？西港也有。去赌场吧，那里工资高。不是，赌场的另外的，那去他买卖的有。做买卖的。一般这多少钱一个月的左右的，大概是的。我也不明白，我孙女也去那边一个。你孙女？去金边，外甥。现在很多在金边有，在万隆那，万隆也有哈，那里都有。中国人现在，他们大了就会讲点，就上班了哈。对，现在马上是圣诞节了吧？是不是？要划龙舟了吧？好像是不是？还没有划龙舟。没有，我刚才看到前面那些人在那个把那个龙船搞啊搞啊。
哦，柬埔寨的也划龙船的哈。也划龙船。哦，这里主要是老挝族的比较多。老挝族。哦，真正柬埔寨本。以前我刚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柬埔寨人，都是老挝人。都是老挝人的哈，啊、是老挝那边移民过来的，还是？因为他们的父母亲也是从那边来。从老挝那边跑到这里来生活的哈。像我们中国人就从中国跑来的。这么远的哈，那时候最早来的时候。那时候。加拉德拉基里省和上丁省就一个省的，一个范围的，是一个范围，对对。现在它分割分开了。加拉德拉基里省和蒙多基里省新建的。最早是有一户人来发现这里生意好做了，好赚的是吧？好赚的哈。好赚，你想一想，从这里到上丁要汽车也麻烦，要两天才到了。现在那路不好。汽车要到两天的哈，所以来这里做生意、做买卖好做了。你爸爸那时候来做是做什么买卖呢？也是卖那杂货。买杂货。杂货。到哪里放货呢？打货来买呢？也是在上丁拿来的。在上丁拿货来。我那时候那怎么搞来啊？坐船过来。要坐船要半个月呀、我要的。哦。坐船了，没有机器呀、以前。哦，这划船半个月到这里。啊。到这里然后再来买卖，这样是吧？啊、都是坐。你不赚多也不行的，这样苦。都是坐船的哈。坐船，请人家运吗？还是自己划了？哦，请人家了，那里。请人家，到上丁拿货来这里卖的哈。那、后来爸爸在这里就赚了一点钱了。这个地是买的，是政府分的哈。这里的地就是80年解放后政府给我们活人在这里住，他分从那边到这里，我们就每个人建一间房。一家人是20米，一家人20米，那什么时候给你们弄的身份呢？你出生就有身份了哈。啊。像爸爸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柬埔寨的身份呢？我也不知道，知道。是爷爷就过来了吧？爷爷过来的。是爷爷过来的哈。那爸爸是这里出？我的公公什么？爸爸是这里出生还是这个中国出生的？爸爸。出生在上丁。爸爸也出生在上丁呐、你家属于来的很早，比较早的哈。哦，那等于是爷爷那时候从中国过来了。在这里的活销大概差不多将近100年。100多年的历史哈。100年的历史在这里。100多年。爸爸在世。想一想。老魏讲，他现在85岁了，他就生在这里。差不多100年。80多岁就生在这里。85岁了。如果你爸爸在世的话，现在是多少岁啊？爸爸在的话，哇，也差不多七五年。爸爸75年就出世了。他70岁了，当时。哦，就70岁了。还在这里出生。在上丁。哦，那他来了很多年了，100多年了，是吧？那个是，哦，75年。那个奶奶，妈妈是哪一点出世的妈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也是在上丁的，我妈妈。妈妈也是，妈妈都是华人的哈。华人。现在几个儿媳妇都是华人后代嘛。华人。没有要柬埔寨的没有哈。我都没有。你很少跟这个当地人这个交往吗？很少吗？我也是常去的，但是。我们的他们的缘分由得他们了、我们不可以阻止他们。对对对。他喜欢就给他要了，只要他们两个配合。那反正现在你孩子没有找那个当地的没有吗？没有。现在有这里有柬埔寨的吗？有。还是老挝的多哈。老挝的多，现在我们这里的我外孙什么有些有。混的柬埔寨也有，老挝也有。混的柬埔寨的，老挝的也有哈、啊。你们家还是比较中国的。我们老一辈的就没有了。都是华人找华人的哈。现在没有分种族。没有分种族哈。挺好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好啊，靠河，没到河里搞点鱼什么没有。鱼也有。到河里去弄一下吧，你小时候弄吗？不会的。你们一直来就是做这个小买卖为主哈。小买卖。也没有种田，买了一点土地哈。也有土地也有。土地是分的，是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。
那时候就是分这个地给你。如果我们当时也是很蠢，没有想到，那森林里我们去砍掉就行了。刚进来的时候，森林里没有谁要了。砍的就是你的哈，砍的就是你挖，放一个人一个柱子，挖个柱子就是你的，就是我们的了。那时候没有药，就天天做买卖，不知道。那个过招买卖不会要这个地的。如果那时哪一两百公顷就好了，那就发财了啦。现在的地值钱的了哈。现在的山里面的地有没有中国人来买呀、啊？也没有。没有哈。还有一个公司的，他们有没有做的？哦，你这边。我还得买了几十公顷，两三十公顷。两三十公顷呢、啊？多少钱一公顷呢？大概是？我也不明白他买了多少，他买了几个人？哦。他养了几十头牛。哦，那几十头牛钱蛮多了，一头牛一两千美金呢，哈。哎呦，便宜啊！现在大的那个牛有一千多美金吗？好像。就是我们还是小。平时就是小的牛，就是四五百。四五百。啊。小的。小的。嗯。这里牛肉卖多少钱一公斤呢？牛肉就贵了，要卖到四万，要十块，十块哈，是四万。你没有吃那个，没有吃那个药的，什么长得慢？那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拿来的，他啥？现在也会吃那个药，那个牛长得很快的，我看他们，是啊，也听说他们哈。现在他因为从泰国进来比较多，现在这里的牛也是。也不好了那个哦。前四五年，一头牛差不多1800，现在四五百。我是掉了很多了哈。掉了一半。掉了一半了哈，价格哦。你孩子现在是学简，都是学简文长大的，还是学中文呢？简文也学，中文也学。哦，他没你中文这么好哈。去吗？去学校行行。啊？去学校行行。去学校看一下、啊、那学校现在有了他们上课吗？我们去上课，我们先看一下。上课不要去打扰人家，怕人家在这看着我们不好不好的。我经常有中国人来这里找这个翻译什么的、有人家来找、有两三个来问过我。去年都没有，那个中国公司都没来哈。去年我来的时候我没听你说中国公司的。也有哈，因为他们大的都是出外玩的，去做工玩的，都是小的在家。大的都出去打工了哈，到金边，西港。孩子去哪了？孩子出去。去看那个牛。看牛了。没请人，请工人吗？有一个人在看。如果牛有病了什么，我们就自己要去看，要去照顾啊，照顾他。这里请个工人看牛，一个月得给他多少钱？我请他1500美金一年。1500一年？一个月一百多了哈。他可以在那边种田，种什么他自己去那边。有田有地给他种地。对对对，这山里面现在还有那个少数民族吗？很少吧。还有，但是他们没有在山上住了，现在都是住的路边上来了。路边的，以前他不住了，他在山顶上。住山顶上哈、要去两三天步行。现在山里还有什么那个山里的特产吗？什么没有？那个钉子啊，你知道吗？钉子。什么钉子？铁皮石斛那些什么药材、中药材。我的外孙有嫁一个中国的，是，他也在那边买药材。现在那个白铁围住的那边呢，前面上面的，这里中国的也是中国的，在这里卖药材。买药材。他住在这里是吧？有个女的住在这里，也是湖南的。他住在这里专门收这个药材。你可以停。进去看看可以。等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，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去看一下。在我孩子的上面。他租房子在这里是不是？租房有，租人家房子。这里没有宾馆嘛哈？没有睡觉的没有嘛哈？我们在
校里有两个房，老师睡一个房，有圣诞有什么都。这对面也没有房间睡嘛哈。